这个男人的女儿突然出现了，为了家庭的荣誉，他痛下决心跑到了医院里面，拔掉了那个女孩的氧气管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司令啊。我这还有个东西。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。你耐着性子停下这段录音吧。如果今天你想谈耀眼冷冰然的事儿，我觉得我没必要谈。哎，你先坐下，雪雪，咱慢慢聊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约你来就是想跟你说说关于张天杰的死，因为没有人比你更清楚张天杰是怎么死的。雪雪，你不是一向敢做敢当无所畏惧的吗？怎么害怕了？害怕的发抖啊？是你拔掉了他的氧气管，你是杀人凶手。够了，就算是我拔掉他氧气管又怎么样？我当时就是恨他，他毁了我的爱情，毁了我的家庭，我不该恨他吗？好，刘兴东，你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，你可以去告我。京东啊，你还是这么倔强啊，总想一步登天。司董，我并不是个贪心的人，我只希望公司给我一个好的机会。你恐怕不知道，你现在已经是公司重点培养的新人，啊，公司对你的未来呢，已经有很好的设计。这个我信。可是公司里面不是还有个罗文凯吗？司董，这天上是不可能同时出现月亮和太阳的。就算是有，没有人会看见月亮，因为太阳它太耀眼了。我不想当月亮，我要当太阳。那好，我跟那个杰克呢说一下，就由你来扮演冷冰然这个角色。谢谢司董。其实我早就发现啊，你是个很有天分的孩子，只要你努力，公司一定会全力把你打造成为一颗巨星。我会尽力而为的。京东啊，我也经历过你这个年龄，对你现在的心理呢，我非常的了解。不过有一点我是需要你明白的，凡事呢都要适可而止，我绝不希望我的雪雪再受到任何的打扰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直接来找我。您放心，司董，只要您能够兑现刚才您对我的承诺，我敢保证今后绝对不再打扰司小姐。那好，你呢先安心地完成你手头的戏，其他的事呢我来安排。我下午还有个会，我就先走了。让司董费心了。这小玩意儿早就过时了，我劝你呢换个新的。啊，雪雪，嗯，睡好了吗？没出去啊。啊，你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她今天要亲自下厨，我就给自己请了个假，晚上呢我们一起吃晚饭。她亲自下厨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太太一早就进了厨房，忙活的一整天，这不少了味佐料，她都要亲自去市场买。雪雪，嗯，你还想去英国念书吗？
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了？啊，我一个朋友的太太呢，在英国的一所大学里任助教。这个大学的意识管理学呢，口碑不错。你不是一直想去英国念书吗？我跟他商量了一下，想安排你呢，先去那边读预科。您跟他商量了一下，您干嘛不问问我的意见啊？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我不去，我要当天涯三的制片人。你怎么非要跟自己较劲呢？啊，明知道会伤害自己，还硬往火堆里扑。你爸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你心里最清楚啊。我不明白，您最好给我说明白一点。你昨天晚上醉成那个样子，难道不是因为罗文凯吗？哎呦，雪雪，爸爸知道你是一个不容易忘情的孩子，你心里始终放不下罗文凯。爸爸送你出国，就是想让你换个环境，啊，渐渐的淡忘掉这段感情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始终纠缠在这段感情里头，你就无法开始新的生活，你就会越来越不愉快，越来越不自信。爸爸不希望看到你是这个样子。爸，我已经不介意罗文凯了。那你昨天晚上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烦死了，爸，不谈了。雪雪，干嘛去啊？吃饭了。建国，建国，雪雪怎么了？她还在生气啊？啊，丽萍，你坐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丽萍，今天早上呢，我去见了刘兴东。刘兴东是公司的新人吗？他给我听了一盘录音，你能相信吗？是雪雪拔了张天杰的氧气管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可是在录音里，雪雪亲口承认了这件事。雪雪在录音里说了什么？她说她恨张天杰，是她拔掉了张天杰的氧气管。这个刘兴东想干什么？雪雪一定是被他利用了，他一定是用什么方法刺激了雪雪，雪雪才会这么说的。建国，你要相信雪雪，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。可你看他昨天晚上那个反应，啊，肯定是刘兴东昨天见了他并且录了音。如果不是雪雪做的，他会是这种反应吗？不可能。雪雪虽然有点任性，但她绝对不可能去杀人啊。是啊是啊，我也不相信呀。可是现在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。丽萍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这个刘兴东把这盘录音带送到公安局去，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呀？这刘兴东想要什么？他想在《天涯三》里演男一号。就这么简单？他的胃口会越来越大的。丽萍，我这样想，把雪雪呢先送出国去。你突然把他送出国，他会不会有什么想法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的理由只能是让他彻底忘掉罗文凯。他要是能答应就好了。他不答应，我也一定要把他送出去。我陪他去吧。丽萍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见过。这些年啊，我很少顾家，委屈你了。没事。
晚上要是饿了，把这些东西热热再吃。又在对面饭店买的吧？那儿的点心多贵啊，我下包面就行了。钱现在已经不是问题，我都和红日签约了。再说，过两天我们搬到公司的公寓去，想吃他们家东西也吃不着了。你总是有道理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走了。早点休息啊。你怎么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如果你想说，你一定会说的。其实有的事儿，你一辈子也说不出口，甚至是对自己的亲人。文凯，多想回到刚跟你认识的时候。可惜时光无法倒流，做过的事儿就已经过去了。有的时候一念之差犯的错，就再也改变不了，让你悔恨终生，成为你一辈子的噩梦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情，但是我能够理解你的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真的心里挺痛苦的。文凯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。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帮到你。不，雪雪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如果我有勇气早点说出来，就不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。还有我爸爸，我一直以为他只在乎我的钱，从来不体谅他，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贴心的话。可是这次我生病，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，甚至破天荒的还去找了一份工作。甚至我听天宇说，他还哭了。雪雪，其实人们是在相互的支撑下生活的，特别是在亲人之间。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承受不了了，你就应该尝试着去和亲人分担。如果你实在觉得说不出口，也不应该去回避和冷落那些关爱你的人。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等就行了。一起的。回来了，快快快，快下来啊！吃过了吗？还没呢。那快吃，快坐，快坐坐坐。开饭啊！我吃热菜。我就相信我的女儿啊，一定能回来和我们吃晚饭的啊。爸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出国。你决定了？我想，也许换一个环境生活一段时间，可能会忘了很多事情。这样就好。
爸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谢谢。嗯，来来来来，尝尝你妈妈的拿手好菜啊！妈，你要多做给我吃啊，等我出了国，我可就吃不着了。雪雪，玉萍，雪雪同意出国了。真的吗，雪雪？那太好了，出去学习一下，好好见识见识。雪雪啊，要是你不嫌妈妈烦，妈妈就陪你去，每天给你做好吃的。嗯，妈。我想你要陪我出国，肯定是想去传播中国的麻将文化吧。放心吧，妈妈向你保证，以后啊再也不碰麻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母女俩别说了，我都饿了，快吃吧。快吃。来，雪雪。爸，吃菜。别给我夹，先尝尝你妈做的鱼。啊，妈，多吃点。来，你也吃。哎，真好吃。林月，新东，啊，能请你喝杯咖啡吗？可以吗？田月，我现在常常想起以前我的样子。一个农村来的孩子，兜里面揣了几百块钱，就来到这个城市里面，想凭借自己一身好武功闯荡天下，过上好日子。我挺幸运的，很快就被选上当群众演员了。那个时候我一天赚30块钱呢。我特别羡慕那些可以赚上上百块钱的武打替身。就在那个时候遇上了你。像以前那样去花店苦等3个小时，在那些店员呢鄙视的目光下面去捡那些残花败柳了，我不用了。这是送给你的手机，
今年的最新款，全球同步销售，300万的像素，10个小时的语音录音，没事的时候你还可以把它当 MP3 使用。我也买了一只。我那个时候特别想买这么一对手机，你一个我一个，我做到了。不过我还会留着这第一只手机的。那个时候我是想让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，才买的它。到现在我还留着很多我们发过的信息，这都是我们的感情见证。我会一直留着它的。只不过这个手机老了，旧了，已经过时了，啊，就像我们的感情一样。帮了我，我给他选的名声。属于过去的我，也属于过去的你。天宇，我马上就会超越罗文凯的，我会比他更出名，更有钱，什么晚礼服啊、钻石啊、名车名表、大房子，我什么都会有的，真的。只可惜已经不属于我了。祝你幸福。我当然会幸福，为什么不？我一直有一个遗憾，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太匆忙了。我觉得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告别仪式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离开我的那个晚上是想把你自己给我。天宇，也许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你可以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吗？让我吻你。也许我将去任性，安静地离开你，在我内心的深处珍藏真实的你，但我不会不想你，我不会感到孤寂，因为每一刻我们不呼吸，所以你也不要相信我们爱情的故事将穿越。天空和大海，爱
看，牛哥很好啊，过去一下。哎，好，过去看看啊，牛哥，我下了镜头了，先把两个主角啊，再换个位置。行，这个枪呢，最好是再顶一顶，这好看。行行行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来，没问题。好，摄影师啊，你过来这里，摆那个位置。啊，武士走过来。哎，摆这。你把那个灯移过一点啊。哎，东哥，刚才你那一枪，就好像发仔一样。真牛，我特别喜欢那个叫，就这样。谢导演啊。哎，谢什么嘛啊啊！一会儿补吧。哎，好好行行，好，马上去。文凯，导演，哎，这次谢谢你来客串啊，您太客气了，辛苦了啊。啊，摄影师，那场戏那个镜头是摆这边啊，你过来过来，哎，摆这。东哥，下场戏呢，我希望你呢。还在帅一点啊，那枪只要是这样摆啊，对对对，好吧。大概你也听说了，我将代替你出演《天涯三》的冷冰然这个角色。恭喜你。哎，你一点都不在意啊？你不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东山再起吗？啊！如果换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在意的。但是现在我不会了，因为我发现了生命中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。哎，拜托你能不能别装了？你这么装有意思吗？啊？哎，那你说，你现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京东，我没有在你面前装什么，我也跑过龙套，我也吃过这些苦日子，但是我很幸运遇到了司董，在他的栽培下可以说是一步登天，可是随之而来的也有很多痛苦。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不会喜欢那些浮名虚利，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很沉醉于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我害怕从上面掉下来，这种害怕变成了恐惧，这种恐惧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，我得了抑郁症。得了这个病之后，我非常的痛苦，其实不单是我给我周围的人，那些关心和爱我的人也带来了很大的痛苦，所以我极力地保护自己，可是最终我还是摔下来了。其实现在看来，这一次人生巨大的起落对于我来讲，也许是一种幸运，它让我拥有了一种平和的心态。如果没有这种心态，我可能走不到今天。吃完了。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问问别人，哪一个没有伤痛啊？哪一个最后不是死亡？就你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只有懦夫才经常把这些玩意儿挂在嘴边，明白吗？其实我跟你说这些，是为了天意。他很担心你现在的状态。我怎么了？啊？哎，我现在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最好的状态。京东，只有拥有一颗平常心，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。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小心烫！
我今天在片场和新工在一起。哦。我知道你这两天总是担心他，所以和他谈谈，劝他看开一点。他不会听你劝的。我知道。听说公司准备让他演冷冰人。是吗？杰克通知你了。也不知道这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。田雨，现在不管怎么样，只有靠他自己来掌握了。你不要想太多，想了也没有用。这么好吃的菜，再不抓你吃就凉了，浪费了啊！这场戏呢是这种啊，走过去你拿那个整一点就是拍过来。班长，哎，说好了就等东哥了。哦，喂，东哥，这场戏很危险啊，要不要打个替身啊？哎，不用了，那么简单。真的？嗯，他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我们都好了，就等他了。那准备吧。OK， 好。啊，来，东哥准备。啊，准备啊！大家好，今天是最后一场戏了，司总来看望大家，请大家喝饮料。哎，导演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了啊！应该的，大家都辛苦了。今天是我们这部戏杀青的一天，也是最后一场戏。我希望大家呢都够努力，把这场戏拍好。谢谢大家。把水发给大家。来，发水了，老板。邢总，哎，你好，司导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。行。靳东，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到现场来看你拍戏，因为这场戏非常关键，也非常重要，希望你能拍好。今天可是你杀青的日子，希望你把这个戏呢拍得圆满成功。司总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你失望，只要司总您还记得之前和我的约定。那当然，我今天呢还有个会，就不在这儿多待了。啊，对了，晚上我等你吃杀青饭。行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叫那谁办的，我马上从这边跑过去，明白了吗？待会儿东哥从这翻过去啊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哎，东哥，一会儿演逃犯那个演员就从这儿跑，然后你就从这儿翻过去，有没有问题？小心点。好嘞，各部门准备好。准备。
事。天宇，我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心动，不要睡，我们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天宇，我一直在奔跑，一直在赶时间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把时间都浪费了。天宇，如果能够从头来过，我一定要牵着你的手，慢慢的走。你是被人家属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